今天要介绍羽田机场国际线全攻略。四楼这边有复古设计的江户小路。江户小路这一区呢，有很多的餐厅。后面的伊东屋是在银座很知名的文具贩卖店哦。超级日式的茶寮伊藤园，休息一下，喝个猴鸡枪，吃个冰淇淋。四楼走到底有一些便宜的连锁餐厅，经过四楼的日本桥下还可以休息耶。我们现在到了五楼的酷 zone， 这里面竟然有小家唐吉诃德，赶快来买东西吧。这边一整排扭蛋机，厚道企鹅，有酷就有 hot， 这边是 hot zone。这边有很多适合小朋友逛的商店。我们 Hot Zone 走前走就可以到 Sky Road， 后面的模拟器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当飞行员哦。那我们现在带大家去观景台看飞机吧。这个停机坪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。这边是羽田的日本桥，是仿造江户时代东京日本桥，只有二分之一的大小而已哦。在这边可以鸟瞰机场大厅。这边的贩卖机可以买会马，买完之后别上去求好运。带大家去看看入境大厅有什么好逛的。入境大厅一出来就 Big Camera， 如果需要在机场住宿的话，这里有 Royal Park Hotel， 紧邻出关的地方。好逛的免税店 Lux。来东京前买个土产，还有免税的松本清。今天介绍了羽田机场全攻略，有提早来机场的人可以来逛逛哦。我是韦恩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